叶民，你离家出走，不是因为老家东北被日本人占了吗？即便日本人不来，家也已经回不去了。莹莹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，有一个富足又开明的家庭。我的祖上，三代翰林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大家庭。 我爷爷、父亲、叔叔，他们眼里没有别的，只有钱和数不清的姨太太。莹莹，跟你说这么多，你还愿意听进去，你真是太善良了。 稍等我一下，轮船公司张大小姐，厉害！莹儿，各走各道，别拆台啊！哎，拆什么台呀？一会儿张大小姐回来，我替你多美言几句。 哥哥这两天手头比较紧。哎呦，哎呦，就这么一点点呀？哎呀，那一会儿我还是等张大小姐回来再跟她见好了。行了，晚上去月华找我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 一言为定。这是德昌公司张大小姐。啊，牛哥，啊，好久不见，这是回去陪你吃饭。啊，哎，再会吧，公子。干，干，干。月华的一个小品子。 越说越溜了，又是东北，又是三代翰林，嘿嘿，哎呀，这有钱人家的姑娘呀，就是好骗。行了，别乱想，记着，今晚动手。今天啊，就是咱们兄弟的转运之日。 知道，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找你马兄弟，那就算是找对人了。哎，我们真的能进城社？啊？有件事我还想不明白啊，这幅画到底是谁要的？哎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要。你要一幅牌九还差不多。兄弟，只要是能进城社做事，那你们就算是混出头了呀。 这倒是。哎，可别搞错了。放心吧，不就是一幅画，大不了我去给你弄过来。哎，晚上巡警那事儿你可得给我搞定了。放心，今天晚上11点，刑警一个都不会出现。行，放手。哎，过来。要画的是丁四爷吧？ 这么多菜啊！哈哈，
还有酒呢。小四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你这是？哥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我也有好事儿跟你说。来，咱们先吃饭啊。不行，我就要现在说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考上了，我考上光华大学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！爹，娘，小四考上大学了。等哪天我们马家东山再起，一定给你们烧高香，建祠堂。来，通知书。哎呀，为了庆祝小四考上大学，今天好好喝一杯。还是别喝酒了吧。为什么不喝？今天是小四的大喜日子，这换在过去那就是中了状元，那是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的呀。喝，必须喝。来，今天晚上。晚上什么？快喝。来，哎，对了对了对，小四啊，这个送你。你花钱供我读书，辛苦了。行了，咱们当初不都是说好了吗？你负责学习光宗耀祖，我负责养家打拼基业。你等等哥再挣点钱，你就好好学习，哥送你出国去美国留学。那上海啊，一定有我们三个的一席之地。第二十遍了。这是最后一遍了，过了今晚什么就都有了。三哥。好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三哥。醒醒。三哥，再不动身就晚了。三哥，现在几点了？还有十分钟。你说什么？还有十分钟。快！不是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叫我醒啊？小四一直不睡，好不容易才睡着，我也着急啊。可能考上大学了，开心吧。快走快走。快。
不行，我们得赶紧离开上海。小四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走。我不走，我明天还要去勤工俭学。你听我的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，但现在这个状况，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。现在是假期，不会耽误你上学。走，走，走。的情况基本上。站长，徐所长在里边。处长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招呼一声。是可以保证的，这两年我们医院的用药全靠陶先生支持了，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。陶先，恕我直言，我知道你的身份，也多少知道一点病人的来历，但是呢，董事会规定，为了医院的安静啊，我们不牵涉政治。其实沪上还有两家医院，同仁同济比我们条件好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安排。院长，啊，陈主任，你先去忙吧。哦，好，告辞。苏院长。我当然知道董事会的规定，正是为此，我才把病人送到这来的。啊，请坐。据我所知，你们接纳的都是多少和政治有点关系的。自从去年贵院开始接收华人病人以来，这王公贵族一老一少的可没少接待啊。不然在当下的中国，谁还有钱在这花？孙院长，我知道你们是为了行善。收治富贵病人，贴补穷人。你放心，只要贵院接收此人，你在苏州建孤儿院的首笔善款，10天内我亲自送人。另外，孤儿院的用地便由你选。陶先生知道我们在筹建孤儿院，您和董事会为大众做的善事，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？
苏院长，现在时局动荡，官僚丛生，你知道有些事情我可以替你解决。 韩城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小张，张宝山，韩城，公开身份，丝绸经销商。你好。朱天德同志的情况，我来上海之前，领导大致跟我说，一个星期前，他被党务调查处秘密送往衡山医院治疗，于是小张通过董事会的关系进了衡山医院当了司机。 朱县长被安排在一座独立的小洋楼里，那边都有人看守。到现在，我还一直没能见到他。我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后，上级组织制定了行动计划，从法国派遣蔡礼坤先生回国执行任务。此次行动代号“北斗行动”。蔡礼坤先生代号“七星剑”，他将乘船从法国回来，途经香港。韩城，你的任务是到香港进行暗中接应。 确保七星剑安全顺利地抵达上海。小张，你的任务是在七星剑进入衡山医院以后，负责他的安全保卫，协助他开展工作。好。北斗行动的任务有两个：一是救出朱天德同志；二是保证他所掌握的红色资金全部安全地转交给组织。 真遇到个财神爷喽！小四，来船上这么多天也没看你去甲板上走一走，你别看书了，出去透透气吧。小四啊，等这阵子风头一过，我就带你回去读书，啊，我拉着你去学校给老师解释。上海等着咱们的是通缉令。 上海上不了，我们就去香港；香港上不了，就去美国。总之，我一定能让你上学。你什么也保证不了，你在上海做了别人的替死鬼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以为偷鸡摸狗就能出人头地？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行了，别说了。 三哥，船马上到岸了，海区边界很危险。你不用动，我去。你要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你。
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是你得保证这种事情你绝对不会做。老马家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已经够了。晕沉，不知道你要中药还是西药？都想试试。进来。我叫韩昌，青年同志，你好。先生，恭喜您啊！您是我们太古轮船公司的第100,000名乘客，这是我们船长送给您的礼物。谢谢。哎，还是让我给您打开吧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别出声啊！你要是给我弄什么小花样，我直接捅死你！
坤，博士，你还是个博士呢。对不住了，才不是。坚持住，快走，走！曾哥，曾哥，小四呢？小四怕你一个人出事，让我去接应你，我让他留在房间，回来就不见了。曾哥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刚才听到头等舱有好多枪声。船上有枪战，警察一定会马上赶过来的。咱们得赶紧找到小四，然后下船。这样，分头找，你去那边寻缆梯。还有，如果一会儿我们走散了的话，下了船之后去黑人咖啡馆混混。好。小四，小四。你说说你们什么太古公司的啊，又是偷东西的，又是那个打枪的，还讲服务艺术。我先说我跟你。我们上去。啊，就是这个伤口，他的胸口到我船上给我捏。小四。小四。站住，你给我站住。别跑。你给我站住。是他，别动，别动，是我，你们是做人了？哎，你还不承认？我亲眼看见的。啊啊啊啊啊！别跑，站住！蔡先生，蔡先生，您是蔡先生吗？啊，对对。您旅途劳顿，辛苦了。来，给我吧。你是啊？你就叫我小张吧。是苏院长派我专程来接您的。
是吗？我也等着见他呢，那咱们赶紧走。哎，就您一个人吗？对啊，就我一个人，走吧，走走走。探长，我看也没什么问题啊。就因为他有车来接。哎，记住那个车牌了吧？回头去查查，看看来的是哪路线车。嗯，蔡先生，蔡先生，哎，叫我呢。你是不是行李没拿全？要不要我们去取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回头给邮轮公司打个电话，让他送过来就好了。啊，蔡先生，你要不要抽烟？哦，行行。我这儿是扑克牌的香烟，不知道您抽不抽得惯。没事，我什么牌子都行，没关系。我这没有火，您那儿有吗？没火，没火就算了，不抽了。哎，没火就算了，不抽，你拿着吧。算了，那我一会儿自己去吧。陶站长吩咐，医院今天会有新来的医生，把他盯仔细了。小张，这位是啊，这位就是蔡医生，蔡博。这是我们衡山医院的院长苏文，苏院长。苏院长您好。路上辛苦了，蔡博士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衡山医院啊，
自建院以来一直秉承救死扶伤的宗旨，为了扩充我们医院的医疗力量，董事会啊特意给我们派来了在法国里昂医学院深造的蔡礼坤博士。蔡博士呢学贯中西，尤其在外科治疗方面颇有建树，我们下面呢就让他给我们讲几句。现在我是被关在这儿了，大家可都还在会议室里等着你呢。你要是有什么急事，回头招待我去办就可以。不是，我就想出去看看。哎，蔡先生，正在外面乱得很。现在全城都在戒严，说是您来的那条船上出了事情。我要是您啊，就暂时留在这里。苏院长、陈主任以及在座的诸位各位来宾，首先请允许我在这里向大家道个歉。由于对这里的陌生，以至于刚才走错了路，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。众所周知，医院是一个好地方，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，就像外面那块石头上写的一样，救死扶伤。我们老祖宗也说过啊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对了，在我来的路上啊，闲暇之余看了一本书，它的名字叫《荒野的呼唤》，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有没有看过？没看过。没看过。都没看过，那真是太……我是说，好吧。其实啊，这本书也没写什么大不了的，它就是讲了一条狗的故事。不要担心，再走一段疾风骤雨，寂寞步步为营，我们悄然靠近，横山隐起，爱在心底多少口如瓶，却闪耀眼底期盼的甜蜜。也许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藏着彼此懂的秘，不可说的履历是真情。如果思绪成疾，
也庆幸遇见你，怕你忘记，为我点亮唤醒梦的晨曦。爱若清明，